你是先把长的拔掉，啊，再来小的。然后这个杂草是在中间当绿肥，这样是吗？そうですね。因为它这个跟冷菜跟菜园不一样嘛，所以它不能用锄头啊，啊，是吗？啊，它不能用锄头，只能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它这个很好拔的。为什么很好拔？因为锄头整个会弄到那个草叶，所以一定要用手碰。所以它特地留一块让你除草体验的呢。可是为什么它的茶园种的这么疏啊？因为它这个是有机的，不像那一般，有没有？那个叫做示范茶园。来来，父子俩的茶园对照一下就知道。我就跟你讲嘛，啊，如果你的茶园什么都不长的话，那个哪叫做？那价钱就不一样了。哎呦，他的地那么大。干嘛？你过去。我要动这边呢。哦喂，你要去看他。他为什么要开车？他就说是因为他要载工具的。他换了衣服，他是要来这边除草。那些院子全部都是他们的亲戚呀，否则你的场地你怎么可能借给人家去煮那个龟鹿二仙椒？成本就要300,000呢，所以一斤是卖10,000块。刚才。